间任性陷入浮华如梦，我平息终是一场空。一拂愁面带笑容，气势如龙，一出手气贯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称雄。望断天涯情仇爱恨，一剑正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我与谁戎马，竹浪飞花，踏凌霄雾黄沙。一笑一击也谁中华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九曲孤蝉青丝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你找我？废话，难道外门还有第二个谭云？我找谭云有事儿，请你回避。谭云，你们聊吧。跟我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你可是能杀掉叶天的强者，难道还怕我个弱女子不成？这位师姐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是钟无师姐的好姐妹蓉蓉。谭云，你可知道，自从你救了钟无师姐后，她一直很在乎你，所以在你和叶天决斗之前，她不惜把她最珍贵的玉佩赠给你，只想保你平安。我师姐还从未如此真心实意对待过一个男弟子，可你说话为何那般冷漠，伤她的心？说完了吗？我要回去了。哼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因为慕梦逸这个贱人，对吧？是他在你面前造谣我钟无。给我闭嘴！你再敢骂梦逸一句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啊！我不骂他，你先把手放开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说是不是慕梦逸挑拨离间，告诉你当初钟无师姐在对决前给他下药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当初我寸步不离地陪着钟无师姐。他根本没给慕梦逸下药，况且我和钟无师姐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比谁都了解他，他根本不是那种人。钟无师姐出生在天罚山脉外，
姐经常和我说你烧烤手艺很不错，我还不信，今日我算是见识了。你呀、啊、吃着还堵不住嘴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哦，我不妨碍你们了。这个紫妍越来越口无遮拦了啊。梦一，怎么了？待将来我变强后，把你母后救出来，然后我就向你母后提亲，当然还会为你父皇报仇。嗯，可是你是如何知道我身世的？当初你身中销魂散，神志不清时说的。说说吧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九大势力，他们是三大宗门和四大圣朝。以及魔域和兽域，四大圣朝分别是皇甫圣朝、拓跋圣朝、南宫圣朝，还有如今的唐尊圣朝。但其实八年前唐尊圣朝这个位置还是我沐风圣朝的。八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唐永生带领诸多强者突然杀到皇城，他们实力太强大了，强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。我父皇带人浴血奋战，最终不敌身亡。唐永生心狠手辣，将效忠我父皇的人尽数屠杀。那时众多强者保护我逃离沐风圣朝，一路上死伤殆尽。后来我拼命逃到天罚山脉，却在山里迷了路。幸好大长老外出时发现了我，他见我年仅八岁，已是灵胎境四重，这才破例将我收入宗门。我恨唐永生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放心，会有那么一天的，我保证。梦一，唐永生是什么来历？我不知道，父皇临死前只说了上古两个字。唐永生的来历应该和上古二字有着关系。梦一，不哭了，待将来抓住唐永生，我一定将他背后的势力连根拔起。可是谭云，你知道吗？要想报仇真的太难太难了。唐尊圣朝的势力不比我们皇甫圣宗弱，即便倾尽我们整个圣宗实力，也未必能覆灭唐尊圣朝。梦一，相信我，无论你的仇家有多么强大，我都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嗯，我相信你。至于简上会着你所有敌人的画像，你要好好记住了。梦一。